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。发渔樵江渚上，观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如今多少事都放下，公元252年，吴神凤元年，吴主孙权病逝，在位24年，享年71岁。太傅诸葛恪遵遗命，立10岁的太子孙亮为帝，改元建兴元年，消息传到魏国。即刻点军，兵分三路，伐吴。禀北将军到。太傅，丁将军，请。太傅，请。魏国大兵压境，情势危急。众官主张退守长江以保江东，不知将军有何良策，请。魏兵来取东兴大堤，名夺左右二城，其意却在东兴。将军所言即是。司马昭深知东兴乃我东吴第一紧要处所，东兴有失，则南郡武昌危矣。正是此意。将军可否引3000水军取江上去救东兴？丁奉敢不效命。靠岸。看，吴军战船靠近了，快去禀告将军。是，快去。丁将军，看，哼，如此进兵，不过30只船，何惧之有？将军，须防吴兵袭击营寨。将军，我军立足未稳，须防魏兵。靠岸。是。将军，敌军由东吴老将丁奉率领，战船上未见多少兵士，也未见援军接应。丁奉本领不过如此。回营。好。
丈夫立功名，娶富贵正在今日，杀！东兴一战大获全胜，司马昭兵败北归，此时正好乘胜进取中原，我以遣使入蜀，约姜维并立伐魏。不可不可，太傅北伐中原，京城报国，忠心可嘉，怎奈入春以来久旱不雨，此时出兵恐与我军不利呀。哼，敢讲言，太傅安敢出此不利之言，乱我军心，推出去斩。太傅、慢。嗯，太傅，蒋炎出言无状，念他一片忠心，还求太傅法外开恩。太傅开恩，将其贬为庶人，轰出营去。是，走，走。太傅，北伐大计十位国家，依余之见，委以新城为总隘口，若先取此城，敌将破胆。好，传令三军即刻起兵，直取新城。传令，进军。是。传令，攻城。是。身染重病，万万不可垂待。飞将者，百战沙场，马革裹尸而还，乃是丁奉平生所愿。区区小病，何足挂齿？白马，老将军，将军，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
走开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将军，吴贼太傅诸葛恪率兵200,000攻打新城，守城牙将张特已与吴军相持2月之久，现送来加急战报，请求援兵，否则新城不日将破。宜松主簿在，你看呢？主公，今诸葛恪围困新城，不可与战。何出此言？吴兵不足为虑，而西蜀不可不防。自曹爽逆党被诛杀，其亲族镇守陇西的右将军夏侯霸已久出雍州，投奔了西蜀姜维处。一旦夏侯霸趁机引兵前来，与陇西杀出，洛阳危矣。那新城又当如何？吴兵远来，人多粮少，粮尽自退，然后击之，必获全胜。主公可修书一封与张特，只需如何？守将张特为何不降？太傅有所不知，魏国法度，敌兵围城，守城将士若能坚守百日而无救兵，出城降敌，家族亲眷皆不问罪。今太傅围城已90余日，望其再容数日，张将军定率全城军民出城投降，今先将策级献上。巧言善辩，分明有诈。推出去。我好恨，哼！且慢，将死之人何恨之有？恨太傅精明有余，恨张特愚拙粗鲁。何出此言？若新城守将不降，尚有一息之保，如今倾城而降，全城将士死在旦夕。危言耸听，安能骗我？献出策级如同降敌，而今守城不足百日，魏主得志定斩不饶，不降是死，降亦是死，这才是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。我却不信。哼，信与不信，十日之后定见真伪。哼，且慢，暂且压在营中，十日之后叫汝死而无恨。哼！传令暂缓攻城。是，太傅有令暂缓攻城。走。
太傅，太傅，万万不可歇兵，万万不可歇兵啊！老将军身染重病，岂可外出走动啊？坐。太傅，此乃敌人缓兵之计，千万不可轻信呐！哎，全城侧击尽在此处，何患之有啊？但凭来人之言，怎可全信？想我军数日围攻，城北江县破城歼敌，只在旦夕。倘若就此歇兵，敌军得以喘息，修补城防，整备人马，时日后再想破敌，只恐难矣。新城弹丸之地，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歇兵十日，又有何妨？岂不闻孙子曰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太傅，我军与敌相至新城，旷日持久，天气炎热，甲兵多病。倘若再拖延十日，只恐粮草不济，军心散乱呐。将军病势沉重，回帐歇息去吧。太傅，末将病重事小，乏味成败事大。末将丁奉讨令攻城，无意已决，有敢再言战者，斩！太傅，太傅！快，快，快，快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快这边，快，快一点，这儿。快快，这边这边！太傅，卫兵已将新城修补完备。张特在城上大骂，骂什么？说城中尚有半年粮草，岂肯降？降？说。岂肯降五狗？哼！张特小儿，安敢欺我？将使者斩首示众，传令攻城。战！何人阻路？太傅，太傅，连日天气酷热，将士多染恶病，军无战心，岂可用兵？不如就此回师，伺机再讨伐中原。人多暴病，岂能？再战啊，太傅！太傅！丁将军病势沉重，即刻送往江东调养。传令，攻城！国太傅诸葛恪刚愎自用，不听大将军丁奉劝阻，失去良机，新城一战吴军大败而归。诸葛恪自觉羞惭，恐人议论，于是嫁祸属下，轻则发钱，重则斩首，又命心腹接替孙俊掌管御林军。跪下！
醒醒！将军所长御林军已被太傅收管，日后生死荣辱，唯有听他人摆布。诸葛恪杀害光清，必有篡逆之心。兄系天子宗室，为何不剪除此贼呢？即刻进宫，密奏天子。客被诛杀不久，孙俊病故，其从弟孙琛辅政，独揽朝权。太平三年（公元258年），孙琛废吴主孙亮，拥立孙权第六子孙修为帝。改元永安元年，孙琛受封丞相。孙氏一门武侯，掌管禁军，权势显赫。天子有旨，文武官员上授礼品一律不受。什么？一律不受？一律不受？是一律不受。我叫汝一律不受。左将军在，抬礼品到汝府，大家共享。这怎么？汝也不受？张部领命。丞相，请。走，走。当初我废会稽王孙亮时，众人皆劝我自立为君。我是看当今天子贤德，故而立他为帝。今日上寿，一律不受。一力不受。分明不把吾放在眼中。哼，早晚叫汝一力不受。陛下，尊臣命中书郎孟松私自调15000精兵出屯武昌，
临行时擅自开启武库，取走大批武器。早晚必生变故，如之奈何？老将军丁奉智略过人，能断大事，可与之商议。请。陛下勿忧，臣有一计可为国除害。老将军有何良策？待到十日，陛下设宴大会群臣，召孙琛入宫赴宴议事，届时臣自有调遣。老将军，江东安危，社稷兴衰，在此一举，朕即刻起草诏书。陛下。兄长，昨夜大风不息，恐非吉兆啊。哼，我兄弟同长进军，有何可惧？兄长还是小心为是啊。嗯，也好也好，倘有变故，你等于府中放火为号。是。进宫。见。二位将军准备如何？禁军中将士均已联络妥当，愿听将军调遣。张部将军传出话来，宫中也已布置妥当。好，待孙琛入宫后，我等直奔禁军大营，捉拿孙氏兄弟，收缴兵权。进营之后依计而行。是。走。在禁军营中擂鼓巨将，哼！奉诏检点禁军，拿来我看，请将军检视。拿来。现有天子诏书，诛灭孙氏逆贼，愚者一律不究。愿听丁将军调遣。愿听丁将军调遣。请孙氏兄弟拿下。走。汝等要造反吗？啊，造反吗？啊，这是为何？这是为何？走。逆贼孙琛何在？奉诏擒拿反贼孙琛。哼，陛下，张部造反，速速拿下。陛下速擒逆贼，陛下速斩张布。住手！反贼张布，放下宝剑。凌空站住，请假出宫。命众人让开去路。让路。陛下出宫可需传唤车辇。传就烦丁老将军前往传唤。是。准备车辇，圣驾出宫。
陛下，快上车辇，快！快上！哎！啊！哎！哦！哎呀！啊！哎！哎！啊！哎！快快快！哎！陛下受惊，臣之罪也。老将军为国除奸，功高盖世。陛下，丁将军。陛下，孙氏兄弟俱已擒获，请陛下发落。陛下，留孙臣一命吧，甘愿去做苦役。来呀，将孙氏五兄弟殿前斩首，一灭三族。是，带走。走，走，走。恭请陛下升殿。恭请陛下升殿。好，就依众卿。升殿。自吴主孙权病逝后，吴国朝中连遭变乱，幸有朝中老臣丁奉辅佐，吴国得以安定。蜀汉延熙十六年，公元253年秋，西蜀大将姜维为继承诸葛武侯之遗志，匡复汉室，以魏国降将夏侯霸为向导，起兵200,000北伐中原。杀了将军的亲族曹爽，曹氏政权已尽归司马氏兄弟，只是不知此二人是否有吞天土地之志，那四海八荒之心。司马氏兄弟方头篡逆，国事混乱，恐一时还无暇继外，但魏国心有二人，若是其统领兵马，实为吴蜀之大患。此二人是谁？一人现为秘书郎，姓钟名会，字世纪。钟会，此人自幼聪明，胆量过人。七岁时，与其兄随父上朝，其兄心中惶惧，汗出如浆。帝问曰：“卿何以出汗？”对曰：“战战栗栗，汗出如浆。”帝问：“钟会何以不出汗？”钟会对曰：“战战栗栗，汗不敢出。”帝读其之，年稍长，喜读兵书，深明韬略，司马懿视为奇才。另一人现为院吏，姓邓，名爱，字世哉。哦，邓爱。此人幼年丧父，素有大志，但见高山大泽，便谋划何处可以屯兵，何处可以积粮，何处可以埋伏，人皆笑之，唯有司马懿视为奇才，逐令其参赞军机，此二人深可畏也。再来！加油！众爱卿，今有西蜀姜维连接羌兵犯我雍州境地，请大将军调拨军马抗击蜀军。西蜀姜维屡次犯境，
今又在逆贼曹爽的亲族夏侯霸的引导下犯我雍州境地，不知哪位将军敢于领兵迎战姜维？微臣愿往。辅国将军徐志英勇过人，可为前部先锋，司马昭为大都督，统领人马前往陇西拒敌。下诏出兵，下诏出兵。都督，启禀都督，蜀军在铁龙山后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，日夜不停，往来不断。只恐姜维等不到羌军到来，就要撤回汉中啊。这是为何？昔日战胜蜀军皆因断其粮道，如今蜀军又在铁龙山后运粮。一半军马由将军押送粮草返回大营，我速率一半军马前往后山。是，随我杀奔后山。将军，前面车仗堵塞道路，即刻下马，拆除车仗。是。受降！将军，劫粮敌军均已拿获。好，就令我军将士换了魏军衣甲旗号，烦劳将军前往魏营，炸开寨门，从中起事，我自引大军随后接应。是。快，快换衣甲！快，快，快换衣甲！快，快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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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走，走，好，拿着这个旗。站住！站住！什么人？徐将军得胜回营，夺来木牛流马，粮草辎重，快开寨门！好，等着，我们开寨门。启禀将军。徐将军俘获无数木牛流马，得胜回营。啊！姜维又败一招啊！速奔小路，快！正正正正正。
姜维领兵守在小路。啊！我命休矣！我命休矣！都督，前面就是铁龙山，可暂避一时。啊！上山，快上山！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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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上山！快！传令，弓弩手把